程总，你看到我话剧了吗？这是你画的吗？你干嘛进我房间？哎，你给我，哎，你给我，笑不给？嘿，这房子是我的，你也是我雇佣的，我有权利进入任何空间。虽然说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你对我的任何要求都是合理的，但是我也是个人，我是个女人，我有我自己的隐私，你就这么跑进我房间，你太不尊重我了。好啊，我就是不尊重你了。你可以随时辞职，我绝对不会留你。把话剧还给我。扔了。扔哪儿了？阁楼。还辞职吗？我睡之前都有效。对不起啊，刚刚。什么？听不见。我说对不起，我为刚刚向你的态度道歉。不过你随便进我的房间也是不对的，所以我生气也是应该的吧。你快递居然是只活物。这是给嘟嘟的。嘟嘟？嘟嘟是谁啊？Come on.